嘘嘘。我是兔妈咪。妈咪，啊、今天我找到一只猪哎。对呀、啊，正好变成零食了。好啊，猪变成猪的零食包了。哇，你们有看过这样大包的零食吗？没有。来，圈圈来。你看，跟圈圈一样这样大个哦，变成猪了。跟圈圈一样这样大包的人哦。零食，小小包啊。零食，它写什么呢？这个佩佩猪，它写巨型猪饲料。这个零食你们吃了就会变猪。大家是不是很好奇里面有什么？很好奇。OK， 我们打开来看看吧。打开。哇！哎呦，猪在！哎呦，你怎么黑我？哇！猪在叫了。妈，这么好放在里面的，烧死了！这么好，没有用，有三人木。哇，三人木，还有什么特别的？哦，还有新鲜哦。但是这个怎么样给我？是咯，给妹妹擀屁股坐。还有什么？这个我没有，我没有见过。你也没有见过，好不好？因为我没有吃过棉花。牛奶泡，牛奶。哇，看一下里面还有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不懂哦，奇奇怪怪。好奇怪呀！这个好奇怪，刺的哦，是吗？然后有软软物，你看，有软。没有没有，别。啊，都流口水了，吃了。佩佩猪变成这个肉肉了。因为我想，因为我饿了，我就吃一口。哇！谢你流口水啊！你流口水。Thank you.